Salut les amis, alors bienvenue pour ce labo du jeu vidéo. Il y avait un petit moment que j'en avais pas fait et là je suis tombé sur un jeu qui m'a particulièrement plu. Un jeu asiatique bien sûr, comme d'habitude. Vous savez que je suis non seulement fan de MMO, mais en plus les MMO asiatiques sont vraiment extraordinaires. Et comme tout MMO asiatique dont je vous parle, j'espère vraiment que celui-ci arrivera par chez nous. Ça serait vraiment génial. Donc je vais vous laisser regarder ce petit labo sur Sword of Legend et vous souhaiter une bonne journée ou une bonne soirée suivant quand est-ce que vous regarderez la vidéo. Et je vous dis à bientôt. Allez, salut, bye bye.
按住键盘上的 W 键向前走吧。按住鼠标右键，拖拽鼠标。头顶有感叹号，代表有委托可以接取。我嘛，只是来找你玩的，要给那三柄冥剑的散意剑心。好，等此处事毕，我在揽月崖上备下须臾酒。神情气度果然不俗，看来又有新秀出现了。不过要进剑胆石居可没那么容易，去前方崖边，让百草谷的浩苍详细同你说吧。游戏中可以随时按 Ctrl 键切换你喜欢的操作模式哦。除了赤霞真人，真不知道还有谁。在下浩苍，咱们这就算认识了。好了，叫我浩苍。此次秦陵盟会重开，只为剑胆石居中所藏三剑之事，但要进剑胆石居却必须能与秦陵故剑周天相合。取足五缕剑意，到达通往弹幕台的悬崖边，那里有一盏明心剑性灯。你按住鼠标右键拖拽鼠标，
可以同时调整镜头方向和角色朝向。上次秦灵会盟，还是这剑胆在剑胆石居内外存放的，都是30年前在秦灵之变中牺牲的弟子佩剑。但愿能对前来接受试炼的弟子们有所警醒。这些虚礼就不必了，既然过了飞仙桥，剑胆石居的入口便已为你洞开，你这边去吧。对了，进入之后若见到散逸的剑心，便尝试以自身心神与其交感，若你真是有缘之人，自会寻到属于你的那一片。主人已逝，我为何在此？这场大梦何时能醒？你也能看见这些幻象，仙花稍后再说，先除去这些秦岭投影的幻象，让我瞧瞧你的身手。心性倒也坚韧、你莫生气，我这就教你回气调息之法。终于又有人来到这里，你看，虽然于生者而言，这些都已是30年前的事了。你周天五行与我相合，彼此共鸣之下，那些留存于剑中的回忆，当初进入秦灵的三派弟子足有数百。最后想看看这场梦魇的结局吗？随我来吧。
他们皆丧生于不朽军团的守护者魔龙辽煞之手。这些幻象全因我心念而起，尔等妖邪，我乃剑心残片，借些许残存灵力与你相见，并引你到此。你可愿取走我一心碎片，从此以心为剑，继承主人未尽之志？很好，那么去吧，去将我唤醒。取到剑心碎片了吗？你果然与他机缘不浅。此剑虽已残损，但毕竟曾是一把世所罕见的神兵利器，哪怕只有一丁点剑心在你体内，也是一大助力。不错，你且试试屏息凝神，催动丹田。扰人清梦，找我何事？那便是剑心碎片所在了。可惜，毕竟只得一点零星碎片。这后生见识倒也不少。你感觉到外面有什么动静没有？走，跟我出去看看。获得了载具专有技能，根据准星提示按 Q 键攻击目标吧。按住鼠标右键拖动鼠标。我来控制腾云驾雾七号，你用这门落火龙鳞炮拦住底下的妖怪大军。听闻太华秘境中囚禁了大妖黄羽，所以那些妖子妖孙们经常进犯袭扰，妄图救人，其实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但这次竟连修炼邪气的一种大妖都出现了，这种妖物世所罕见，怎么会出现在太华山？
眼前这路妖怪还只是小骨仙风，目的是破坏剑尊，开启秘境封印。啊，你先去剑尊下除掉那满身邪气的怪物，带我去会会他们的头。南薰真人，其余四处剑尊附近的妖物仙风暂时被击退了，可是你发现了什么？实不相瞒，方才这半人半妖满身浊气的怪物名为荒人，乃是……如此说来，此次攻山与往常大异。百草谷遇袭，百草谷事态危急，请容浩苍先走一步。好，我随即便传令秦灵之盟与会众人。多谢真人，可攻山妖族只刚被击退了。不妨事，我这就和你带他一起走吧。此放心，等真人用护山大阵将这伙妖怪收拾干净，到时现在我们走吧。看来应该就是这里了，黄羽夫君，等着我。百草谷就要到了。情况不对，我得先行一步。众位小心！重复，请往前方找墨者弟子报道。哦，你是和浩苍一块做新制的腾云驾雾七号回来的？诶，原来那些半人半妖的邪物名叫荒人吗？哎，不敢。幸亏天罡秦将军和斩风的弟子们将他们及时拦住，巨子大人又很快赶回。现下这个学会了轻功疾跑，双击 W 键就可以进入疾跑状态啦。敌人在谷中肆虐，甚至连幻物新一代弟子之桥，
百草谷正是用人之际，应某也好极。听，哎，这些事情以后再。只是在好在费，不错。眼下最要紧的，我墨者法隐长老。连万法归藏里的法诀都不中用，看来只能试试天星的眼甲了。正是，不过此法中眼甲所需力。好，天星已赶往车前子，你取了中皇灵石，便拿去给。问海长老，这法阵为何如此邪门？以老朽看来，此阵是以上。是海长老让你送中皇灵石过来的吗？哎，你还不知道吧？我本来幸好有穿云眼上飞月，带着斩。这附近住的。都是历年这些伤口与以往所见全然不同。中皇灵石，等等，哦，那个方才闯入渔网村闹事的，正有一只修行。不错，有了它，若再加上双木灵石，出自附近远志丘的双木筝，要取本也不难，只是现在有这些生灵世代在我百草谷繁衍生息，就如家人朋友一般。我这里有些给灵兽使用的拔毒生机膏，你且拿着，遇见受伤的双。且慢。你取得足量的双木灵石后，便连同先前的中皇灵石和这楚灵核心一起，
拿去交给车。还有，那些生母针藏在草丛中，必会和周围环境浑然一体，你可要好好找。众人听令，来者何人？原来你就是浩仓口中的罢了，闲事以后再。中皇双目加上川云贻误军机，可是重罪。可我派去寻兰溪灵石的两位军士王二邹军向来办事老，我得在此拦住那些妄图冲入百草谷的荒人。荒人，快！这是莫校尉吩咐的兰溪灵石。兰溪灵石，待会。岳校尉如今和怀霜剑白浅正在车前子村，为摧毁那些传送荒人的法阵做。浩仓已经带着楚灵核心和四种。这是回春丹，可镇痛止血。这是化瘀死。我只是去帮天心。你看你，都快把。好，那我就放心了。对了，青儿，有件事。你呀，瞎操心。说的也是。你快去快回，我。是你？好，这下问。你跟上我。